看天翼三季中国制话剧谭嗣同的首演。话剧谭嗣同从剧本创作到排练经历了半年时间的打磨，剧组以繁谋传媒等剧组人员以及繁谋传媒等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都为此倾心倾力。很荣幸的是，话剧谭嗣同的首演选择在我们同济大学，让我们同济的师生今晚有机会欣赏到一场特别的话剧。在这里，我们要对话剧的指导单位共青团上海市委员会学校部、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体卫映歌处表示感谢，对话剧的出品单位上海繁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及总赞助单位中国电信天翼三 G 品牌表示感谢。今天我们的大礼堂真是宾朋满座，有不少领导嘉宾，也有特别来宾来到了我们的现场，对我们这部非常有意义的话剧表示支持。他们是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杨振武，中国浦东大学学院副院长冯俊，上海市政协委员会副主席朱晓明，上海市人大常委会财经委副主任朱匡宇，上海市政协委员会副秘书长阮维庸，同济大学党委副书记江富明，中国电信上海公司董事长张维华，国能能源集团总裁张才根，上海市文化广播局副局长张文国，团中央上海特派员张伟，团中央全国大学生创业服务工程办公室二部部长张池华，中国电信上海公司副总经理吴东立，上海市教委体卫映歌处处长王从春，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秘书长、正处级调研员方文辉，上海应用技术学院副院长朱国强，中国新能源研究所所长、中科院院士朝建东，美国西德尔国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刘林珍，中国电信世博会项目管理部总监赵行明，中国电信世博工程协调处处长刘军，中华油画家联谊会副会长王兴国，同济大学团委书记杨元飞，同济大学电影学院院长钟琴，同济大学电影学院表演系系主任李学通，著名导演话剧谭嗣同艺术指导吴雪化，上海繁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话剧谭嗣同出品人孙少瑞，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各位领导的到来。本次话剧，我们同济大学校党委、电影学院也给予了大力支持。在这里，我代表同济大学祝今晚的话剧首演取得圆满成功。将在两分钟后开始，请观众朋友们尽快入座。再见。姑娘，姑娘，我们要下班了。对不起。我们这个公务。到时间是要关门的，你要是有事啊，明天再来吧。我觉得我还不够在这里。姑娘，你要来可以。哎，姑娘，你手里的这把剑，能不能给我看看？你知道这是把什么剑吗？它叫七星剑。对，七星剑。你怎么没到？怎么会在你的手里？讨厌，你说了你也不会相信的。姑娘，你就说给我听听吧。
因为陶子鹏先生还没来呢，他是着急的很。他们快到，他们不如现在应该进步。袁启超也要来，那真是太好了。我们维新派的队伍日益壮大，变化成功指日可待。孙福，你太乐观。你自从皇上赐予飞行新法以来，已经两月有余，维新运动进展得如火如荼，电风声浪震动着军机，激荡着神州。但是，以飞行战法为首的顽固保虎士，在朝中根深蒂固，盘根错节，而皇上则处处遭人掣肘。这种形势也知道，所以皇上才要招谭嗣同进京，就是想重用真正的人才。这个谭嗣同啊，我早就听说过了。他虽是官宦子弟，却喜欢游历四海，结交江湖中人。他武艺高强，却学识渊博，精通文学和博学，还写出了文学，所以皇上才要召见他。是啊，只希望傅真却能助皇上一臂之力。老师，老师，哎，老师，陆生辛苦了。学生，谢过老师。来来来，这个就是梁启超，梁兄啊，几位姑娘，姑娘，这位是刘旭，字东湖。你还记得我们那时候在北京成立的乐学会，他在我们凤下组织了理学会，他们参与发起了广博会。现在我请他为我的春秋董事学做法。好，果然是江山代有人才出啊。哎，不如傅生啊，怎么到现在还没进呢？说是要去见一个要紧的朋友，晚些时候回来，把箱子往我手里一放，人就跑得没影了。什么朋友如此要紧？明天就要入宫面圣，我们吞服真等着和他商量商量，他跑就没人影了。谢谢谭嗣同啊，多谢有趣，为了见一个朋友，连皇上都放在眼里。形象仗义，出发安良，可是现在
念的人吧。当年结拜之时我说的话，我一句也未曾忘记。这些年呢，我一直以锄强扶弱为己任。可是我发现这天下有杀不完的恶人，也有救不完的人。此次来京途中，我看到无数因黄河泛滥流离之所灾，饿殍满地，尸横遍野。这些都是因为国家不振，国家不振就是因为朝廷一举手就不思进取。我此次来京是为了国家变法，而不是为朝廷卖命。好，你是读书人，我说不会。哎，可是我再一次提醒你，卖人靠不住，你爸爸他们他们非给你你的情，到时候还有你一口，你连戏都看不见。哎，皇上是支持变法，此次来京我就是要搞清楚他们作何打算。不、哦、要是他们后悔了变卦呢？哦，那你一个满人去变满人的法，这太危险了。不、哦，你不能去。我祝你会无奈，老爷，把老子派我找死。那位姑娘明明不愿意，你为什么要强迫她与你喝酒？就凭你，押送的干干净净的，也想宠英雄？我告诉你，听弟兄，很少年太狠吧，是他的福气。看你也是八旗子弟，却如此的不检点。真是丢我们大清子民的脸啊！你后主是谁？我要他好好的教训教训。还不怕告诉你，我父亲就是礼部尚书怀塔部。原来是怀塔部的儿子，果然是上梁不正下梁。你们以多欺负人少，也不嫌丢人呢啊！这位兄台，我一人做事一人当，不想连累你。哥啊，我看你眉清眸正，也不是纨绔之人，怎么也学得别人争风吃醋？我这不是争风吃醋，我是路见不平。哦，那我也是。上！五爷，您别动手，我这特别想锻炼锻炼心，您就在一旁喝酒。来请啊，怀塔部好汉。
朋友吗？我们一起打不下，能够并肩作战的，不就是朋友吗？好，行。后犯曹经理，他也是位侠义之人，今天难得有缘，我袁某也敬你一杯。多谢。行，行。各位大，刚才这位大就是那位姑娘，想跟大家道谢哦。难得有心啊，让他过来吧。多谢几位大人出手相助，小人先给几位道谢。姑娘不必客气，救你的是这位皇兄。多谢皇大人。姑娘客气，要不是这位韩兄出手相助，在下也是要吃亏的命。韩兄啊，在下韩四。你是韩先生？正是。素文，你是天下第一奇男子。这个人是想的天子。原来是这样啊，他们也同音律啊，要不然你给他们弹奏一曲腰板戏。好呀好呀，等大家都有曲子，那没有呢。称不上英雄。
详细自己说。项羽这个人生性多疑，刚愎自用，想当年他不服过江东，不过是无颜面对江东父老，说到面子上过不去，输不起的男人又何谈英雄气概，用死亡来逃避，此乃懦夫之所为。都说大丈夫能屈能伸啊，如果说打败不到去死，我袁世凯岂不是已经死了十七八回了吧？啊！哎，袁大人，行，行，行吧。英雄酒，几位都是为将为相之人。偌大一个中国，你不去救，却在这烟花之地为黎明女子大胆出手，还自诩英雄好汉。我想凤仙虽是女子，却也懂得识君之怒当君之忧的道理。几位能出手救一个弱女，却不能出手救一个中国，真不理智。我向凤仙不稀罕。仗义美多屠狗辈，由来侠女出风尘。凤仙姑娘虽是风尘中人，但是见识过胆色变了，韩某斗胆快了，他日你一定会犹如红狐狸绿林般遇上一位大英雄，只有那样的人才配得起。凤仙只希望今后不会在此地见到大人，希望他日能亲吻各位大人的关节，而不是在跟甲午战争一样，那都是丧权辱国之事。姑娘有礼，甲午海战，国将不国，回心变法之际，我却在此处虚度光阴，没想到我居然还不如这名女子。然后惨败军，军力不强，国势衰弱，我学习德国的小战练兵，也正是能将军力比他人强。不错，无论是为能成军力还是国库，都必须从变法开始。二人他们敬来我一杯，为何而敬？为变法。我姨妈想吃，还没
谭兄有所不知啊！啊，我住的地方十分荒凉，偌大一个房间，就我一个人。我已经出去，还跪着我。哎呀，别说你住在山区呀、啊，你早说呀，下次你来京城找我玩啊，京城我去了开。我告诉你啊，听说过大刀王五没有？我哥们儿啊，他是开镖局的，不要看他平常五个大三粗的样子，其实心很细，只要一看窦娥就给他哭得稀里哗啦。皇上，他听到没有？你们皇上都去！真是人前金腰，也不是龙体，罪该万死！你们下去，知道了吗？Yeah.
是祖宗之法，知无不知，以对不起祖宗啊！是一支金，我们只有助死一条，好生的太好了。
我们那怎么办？老师，我们手中既无政权又无兵权，这是如何那么从事？若要兵权，我们就必须借兵。其实你借兵，对，他甚至是可以供应，我们必须借助十七地区的军队力量发动政变，就在此时前面。那总管谁借兵呢？目前新七地区总共有四支军队，分别有董文祥、聂士成、宋庆还有袁世凯。算了，去找聂士成。不行，那聂士成只是一介武夫，况且他与文兴派素来没有交情，就算现在让他起兵勤王，他是绝对不会同意。那宋庆呢？不错，宋庆为人老谋，江南之中他是愚战，但至今也没有起成威。此人难道他那就找董不祥？那更不行了，董不祥是土匪出身，就算西施成功，也只怕是后患无穷啊。书生说的对，起兵勤王非同小可，必须谨慎行事。啊，想来想去，也只有袁世凯了。是，袁世凯和维京派素有渊源，当时我想上书光绪皇帝，督察院、工部都不肯答应。幸得袁世凯帮我打定，不错，维京派组织强学会时，袁世凯就是八旗人之一，正管时他一捐助是500，黑狗是一笔小数目，他帮过袁世凯一年的俸，而且袁世凯的新军是目前最有战斗力的部队。那如此说来，当今世上很多外国事务曾经参与过维京活动的将，他应该是太莫属了。老师，那我这就去找袁世凯。但是，为了我们都不愿意看到的那个万一，还是请你先行南下。是，不行，我不能在这个时候离开。是，这不单是我们的意思，也是皇上的意思。皇上下了明诏要你南下办报，事实上就是要你赶紧离开。是，不行。话虽如此，大难当前，我岂能苟且偷生？老师，您是皇上的臣子，也是维新派的创始人，更是我们的老师。变法重要，但是保护维新派的国政一样重要。如果此时此刻你不愿意担此大任，那么还有谁能够承担这份责任呢？老师，正如变法大业，不能没有您啊！是，我说要你离开了。老师，村姑。坚持就在他一念之间，那他要是愿意帮我们起兵勤王呢？那我们就联系南方的朋友，另外他包括一个人。他要是出卖，那就让我做这个先罪人吧。
等你最近有所工作，看看下一步什么东西啊。你赶紧给我找五爷，如果你说的是真的，那我并不能离开。因为你还不听话，也应该像是白白的送死啊。五爷，他们是我的朋友，我的伙伴，我们一起变法至今，就算是死命，我要得到一个结果。我五爷是个聪明人，什么可能，什么危险，他都懂。可是我就知道，你发生什么，你是我的兄弟，你不能不管你的兄弟，我也不能不管不好的兄弟啊。
三天以后将最大的玉泉石，这是百年难得一见的天文奇观。本台将联合国内数家媒体为您现场直播本次难得。怎么了？
就把七星剑，五爷子拿着我送他的凤姐剑，我们双剑合璧，杀星星光四起，黄昏大破，只差了一日眩晕，我就到了这个地方。穿越了。
不怕没死吧？除了他们有违反原来起超，别的全死。全死？那怎么跟他说？喊你我爸，那就别告诉他。别告诉他，这不行啊！怎么不行啊？你想啊，你告诉他，万一他哭着喊要不就怎么办？人家帮了咱们，咱们当然要救人家了，总能见人救吧？那要是有天他知道了，后面会怎么办？他会去的。死心呀！到时候再说呗，说不定。好玩吗？啊，果然很有趣。这里有更多有可能的存在，你可以快点。哎，那个不用了，我。哎，怎么了？哎，不用了，我这是瞎啊。你拍啊？这个误区变法，这成功了，自己被推翻了，果真如此啊。那个不光绪离家出走了啊，后来做了点小买卖，生意挺不错的，过来。那其他几位啊，那个他有两起超呢，那个他有位活到70岁的，还周游列国。杨启章啊，放心吧，反正都活得非常好。现在是21世纪社会，是我非常的人，放心吧。如果国君如此，韩王也就死而无憾。哎，你怎么不问问你自己怎么样啊？只要知道各位安好，韩王也没有所谓。行啊，我也可以问一下韩某最后。哎，人们说你有一天啊，唰，忽然一下就消失在了星空之中，然后就干不出去，这是一个传说呀，韩哥哥。这么说，富少回不去了。这怎么行啊？富少必须得回去。哎呀，为什么别回去？你整天干嘛？这是富少在这儿，是不成了怪物了吧？妈，你可以住我家。住你？这辈子请姑奶寡人成何体统？你可以请沙发吧。要不从今天开始，我也搬家住，陪你吧。啊？是啊，涵涵，哎，你就放心吧。再说了，一百年，你认识的人啊，好多不就死光了？啊，对呀，我还有很多。不行，举目无亲。只有劳烦二位收起。不要你，不要你！快，你这出这么多的，都给我自己。好，那个，来，我们现在你的事情怎么样啊？你的，你是什么星座的呀？我知道，公元1865年3月18日，是你。哇，在双鱼座耶！为什么双鱼座？浪漫，不是有诗意。
一起扔吧。啊，常言道，闻鸡起，你说你家的鸡起。这么说皇上也是个宅。
胡兄，你难道没有理想？真开玩笑，理想？理想？不要理想吧，我的理想是当明星。你说我唱歌好不好？啊，我想当演员。要是我长得不够漂亮，那我当空姐。不是我跟你急。前段时间我想当翻译的，可是英文没过六级。你给我坐坐下来。虽然我都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职业，但是你当然要干。好像我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哎，武兄，你呢？他怎么了？你也不知道？你们呐，清朝不治，闭关锁国，人们缺衣少食，更是愚昧无知。我变法就是让所有的人可以吃饱穿暖，然后让他们一样，跟像我一样，享受拥有梦想的快乐。可是你们看看你们啊，如今你们丰衣足食，有了一切，你们还是不知道理想为何物。那么我努力，我变法，到底是为了什么呢？潘总统，作为一个清朝人来说，你也太主旋律了吧？啊，难道做人就一定要有理想吗？我们不像你，我们不是什么大人物，我们只想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不可以吗？我们不像你，不想不是能穿越就穿越，想穿越就穿越，不能行侠仗义，也不能劫富济贫。我们是学士，是博士，是硕士，其实我们什么都不是。我们的父母有他们的想法和安排。80年代以前的人觉得我们太小了，80年代以后的人都觉得我们老了。我们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是时代的小白鼠，是历史的实验田。除非我们有理想，又有谁会去关心呢？哎，
兵情况，告诉颐和园取我的圣旗，把圣权让给你。是啊，这革命要做无用化了。啊，你想救他？他也想救你，可是我们的路始终莫能想到。传我的话，唐志同他老人杨爱民去当女仆的，立即出城。皇帝，求你，求你原谅我，我不能不救我，还有陈子同，另一是个很长命的皇帝。是他为了你的，不过你已经是皇上，你永远都是皇上，你就在那云开之中永远做你的皇上。皇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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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是不是做梦了？皇上，我梦到皇上，我梦到自己太后，他们要把我们都杀了。还仅仅是我的心真的吗？当然是真的了。看我的什么浮生，觉得如此不安。谈谈，你这么问，是不相信我吗？不，那是谈谈，那是梦，梦里的事情怎么能当真呢？不生不惊，已经分不清什么是梦，什么是现实。笨笨谈谈，我都不知道你为什么老叫自己无声。在我小的时候，生过一场大病，昏迷了七天七夜。幸得父亲请来明夜酒之才活了过来，父生就为我取字。你父亲真的很爱你。天下间哪有父母不爱子的，我想你的父母也挺爱你。我爸妈他们离婚了。离婚就是你不跟关系。这是为何？既然在一起，那为什么又要分开？他们觉得不爱彼此了，可是不爱，又干嘛结婚？又干嘛把我生下来？周小姐，啊，对了，我还没有问你，你为何单身一个拉子？你弄错了，我不是姓卓名啊，我是蒙古族，卓拉在蒙语里面啊，是礼物的意思。你是蒙古族？对呀、啊，你没有想到吧？一百年后的今天啊，这些民族都是中国的一部分。惭愧惭愧，难道这就是康先生所说的大明之计？父神若有此回去，一定要告诉先生，就是他所说的那个事情，一定会到你。谈谈，你还想回去吗？啊，父神的家人、朋友，一定都在找我。可是他们都挺好的，你在这儿不是也挺好的吗？这里很好，这里丰衣足食，可爱。但是自从来了这里，父神总觉得无事可做，有一种让人压在我心头，让人喘不过气。我说不上来这个。我知道，怎么虚？对，空虚。
娘，我与你有无苟且之事。再说了，吴秀都能带上，为什么我不能带上？因为要不是个男人呢。来，请进，请进，请进啊，请进。你怎么来了？爸爸，你今天好特别，谢谢妈妈。这是什么？哎呀，这个呀，是我下次挂中国人的衣服呢。来，坐坐坐坐。那个，听说你最近有一篇论文获奖了。
说这回是吧我我我怎么走去他说的话属实吗对不起大哥都怪我们自作聪明你爸你爸机关出身自作聪弄得那么多人往自己最后还闹了一个切骂不是的坦坦你们是英雄你们被称为不是用君子被秦始皇的对呀、啊、那又如何死了个死好这些不怪你他哥哥这是历史的选择吗不行我一定要回去我要告诉他们不行坦哥你不能回去你要是派人把我给你出卖你回去这么死这样有什么用呢他们从来不怕死他们死怕的是死了没有意义可是死就有意义了吗我只觉得为人子我必须回我一定让我父母家人都会受到牵连为人友我必须回去那么多人会变法牺牲我不能抛弃他们一刀两断为人臣我更要回去皇上是因为我们而被我必须要救他出来可是你怎么回去我说不准二位二位你们能知天文地理通晓护法生死我是恳求你们二位带他们回去吧二位大哥哥大哥别这样起来起来大哥哥要不这样吧一成我们把那天谈过你来的情形再呈现一遍说不定天时地利人和又重新发现说不定了我知道了明天就是百年的御前时我想这么轻易发生的对的不是多喜啊喂我去给你打电话哦我去给你打电话坦坦你怎么不进去
我一直想问你，要是唐英，唐英回不去了，那你怎么办？这个问题，韩国想过，那么我就回他老家，找到我韩家的后人，说他们是不在家。林冲，不成不会。不过，不成有一个西洋朋友，英国人，叫李提摩泰，他教我西洋。
怎么会这样？哎，这话还想问你呢？你这是怎么了？这几天都跑到哪里去了？你这是怎么了？这几天都跑到哪里去了？说来话长。别大人那怎么样？别大人，有消息。不要听这卑鄙的小人，这个狗连出卖了我们。什么？出卖？那皇上呢？皇上说话了，皇上已经被囚禁在灵台了。放心，龚明旭和广仁他们已经被抓了，我躲在日本使馆才逃过一劫。谭秀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老师谢总，老师已经安全南下。好了好了，什么都不说了。谭秀，你赶快随我走吧。日本使馆囚禁在外面，咱们赶快走吧。你说如何？是我嘴角没人，我应该有钱。但是，哎呀，这不怪你。去趟原始台本来就有风险，这是我们大家都同意的嘛。再说你留下来有什么用？只能是送死。何如？夜华到了今天这般田地，必须有人留下一生。请请你让我留下来。我怎么能看着你牺牲了我独活于人世？何如？你不要以为这是为我好。但你公孙出孝为诚意，说是慷慨不死，容易还是人有出身不要照书官？成立大党，慷慨不死中。何如？就请你让我去做这件容易的事儿。皇上，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你送死，快捉住！捉住！就这样，你就被抓了。
你哥怎么就这么死了？你想过吗？老爷怎么办？刘伯，还请你告诉我母亲，就说孩儿不孝。若有来世，我还愿做他的儿子。那少奶奶呢？少奶奶怎么办？她还年轻，一个人心扔下她一死了之吗？你呀、啊，哎呀，调子这么个倔脾气，日子过得好好的，有什么命，有什么法吗？我还快点儿，刘伯，家父之事，你记得我们家院中的那棵梧桐树？有一天晚上。一把雪云残雷，一把雪云崩塌，在我离家父亲前的那个晚上，我俩坐在院中对谈这把东西。在这一刻，仿佛一切都不再存在。我多想和你就这样一直的谈下去。
就因为我们并肩作战。不，因为我们不离不弃。好，就让我带着银海看着你的理想实现吧。再见吧，我的臣谭嗣同，恭送皇上。皇上，皇上，是臣害了你呀！啊，欺君夺权并不是臣的本意，是情况危急，不得你而为之啊！汉以东山再起，臣一定进宫来救你呀！请皇上，算我跟着你变。明明你都不踏出去，你竟然自己跑了，你真的是他吗？老爷，你说你为什么不走？你要是跑，都不管菜儿了。心起义，你这么做跟要吃菜有什么两样？你又算是个什么东西？表面号称关中大侠，其实不过是太平天国的余孽。说明你好，起码我王国从不有背信弃义、出卖同盟的懦弱之徒。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底细，太平军事的那场仗。还记得吧，你的队伍全都死了，就你一个人活了下来。你是一个懦夫，一个失败者，表面上关心探险，其实你是在他身上看到了你自己的影子。你不停地要他离开朝廷，离开皇上，其实你是怕他成功，怕做到你做不到的事情。怎么想杀我吧？杀你？也没有跑步，可是靠他干的人却和我成了朋友。你是个将军，你不怕死，可是我根本就瞧不起你，因为你只会为了自家死，而不会为了别人死。可是谭嗣同会，所以他是圣人。你身着顶戴花翎是我千辛万苦，可是见你这副亏待不堪的，却只不过是一个凡人。这样的大将军，我根本就不信他。只有一句话说对，我是欠他的，可是欠给他的不只是我，连你也是。说过用死亡来逃避那是懦夫的行为，可你看看你现在，你留下来这等死，你不就是在逃避？你就是个懦夫，一个胆小鬼。他大人不是懦夫，他不是用死亡来逃避，而是用死亡来超度。现在求的是为了自己，他大人求的却是为了别人。项羽是英雄，他大人却是圣雄，在他眼前你又何必自取其辱呢？哼，谭嗣同，别以为你真的有什么了不起，兵无将，在那次傀儡皇帝，就以为自己能改朝换代，你真是太天真了。来人，送谭大人上。
赶路。宋韩大人上路。宋韩大人上路。韩世忠，还要说什么理想，说什么梦想啊？就是你的理想，天才的疯子。如果我的理想只有我一个人相信，那我就是一个疯子。但是有了我的朋友，有了他的相信，我就能知道自己是对的。我就是一个革命者。凭什么觉得自己是对的啊？你和你的那些朋友们在一起，他们为你欢呼，为你喝彩，为你歌功颂德，你就觉得自己无所不能了。可是一旦你离开，谁还能知道你是对的啊？就只剩下你了。我不要了，眼睛给我看清楚了，没有你那些朋友们的支持，谁还能证明你是对的啊？你给我看清楚了，你到底是中还是奸，是黑还是白？哇，杀头啊，这才自从啊。他什么？他前一阵不在洞府打来的，他们也神的变。过来看了看呐、啊，这就是谭嗣同，他是个乱臣贼子，是个逆贼，他想要谋害我们的皇上，皇上，为民为民报仇啊！他要谋害皇上啊！马上就是你的想要救的人，愚昧无知，哪个不忍为了这两个人去死？是的吗？我要用我的血
事情不在革命当中发生，中国即将要有一场惊天动地的革命。如果有人要流血，如果这血能够唤醒这些麻木无知的灵魂，那么就请从我谭嗣同开始吧。人死须臾，歹徒
是有担当。也不论所有。
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排练，今天终于跟各位观众见面。在这里我最想说的就是感谢，我感谢我们剧组所有的演员和所有的工作人员，感谢所有支持过我们的领导，上海戏剧学院的龚宝荣教授，还有我们同济大学的钟琴院长，还有李学通教授。最后我特别感谢一下樊谋文化传媒，是他给了我们这个机会让我们站到了这儿，是他给了我们这个机会让我们能做这样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在这里我感谢再次感谢所有的来宾，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观看。